我们现在在唐人街，很多的人，很多的车，很多的外国人，很多的老人。相机没有电了，对，其实刚才那家店特别有名，真的，他吃生鲜的那个海鲜。这个皮皮虾有你的冰，有你的小手臂那么长，看我的手臂，哇，这螺丝虾好大、啊。对呀、啊。小李哥 ，How much is it? How much? How much? One kilogram. One kilo, 1500. 哦，这么大哟。它是1500泰铢，一公斤，公斤就是2斤。Thank you. 想吃吗？有点贵吧。有点想吃啊。想吃啊，确实是贵，但是钱够吗？他问了一个很大的问题。这一条街都是长海街，中国感觉像变异的大街，还有很多干货，海鲜货。刚刚街上有很多卖咸鱼的，还是去甲米吃吧。不过这条街上的人都少一些啊，好一些。刚刚那条主路上汽车太多了。刚刚那个是。刚好一斤，它是一公斤1500泰铢，对，就是一斤呢是750泰铢。刚才那个是，感觉唐人街就是一个市场，对，对吧？这是 market。这个木瓜好丰厚，啊，这个是这刚刚买的木瓜，因为拿了1000泰铢，他不会找钱。然后我们只剩18泰铢，然后他慷慨解囊的给我们了。你爱的大侠，不解。我爱的大侠在这儿，看见了吧？好了，我是车厘子。感觉泰国什么都大。你也大。真的，啥都大。这么大的车厘子，好热。How much? How much? 这个一碗300。这个一碗200。那个一碗500，不要吗？不要。这个200。这个，吃哪个都可以，吃一个500的吧，拿一碗500的。加水燕加白燕。白燕。嗯，加冷的燕子的。可以过吗？现在快递。可以过哪里啊？新冠黑点。问到你，谁发发？那你吃燕不？嗯。要吃的白燕。我们要吃过。屁！对呀、啊。雪燕，那能不能挂你？白燕，白燕吗？白燕。雪燕。就差雪字。咦。你猜看看。很莲子，莲子，那个是蜂蜜吗？是，我们拍一个，我们来吧，我们来吧，看看燕窝的质量，拿好，真的是透明的，它的唾液干了，倒进去吧，要放。甜的，全都是甜的。放呀，调碗。
你要不要尝一个？这好像是莲子。应该全部放了比较好。放了已经。味道不是很。很甜。这都是老婆的待遇。莫愁，恭喜发财，莫必绝。日式的香蜜。你想吃炒米粉还是炒饭？我想吃米粉。炒，然后再炒一空心菜，好不好？好，巨好吃，真的巨好吃。你要干嘛？烤空心菜，辣不辣？辣，是100块小的。小的，然后再来一个炒饭，炒饭，然后再来炒米粉。鱼翅不要？鱼翅不要，谢谢。一百，对，谢谢。上次我吃过一次这个鱼翅。其实我极力推荐这个新味鱼翅这家店，但是我吃的是一个空心菜，100泰铢的空心菜小份，100块钱的炒米粉，感受真的，老广式的味道，失传已久的老广式的味道。能当这个是蟹肉炒饭小份，是小份，其实也不算小。这个蟹肉炒饭真的做到了炒饭的精髓，一点也不跑饭，让你吃进嘴的。炒饭的什么精髓啊？粒粒分明，每粒你都包裹着蟹肉的那个，然后你吃进去就像火山喷发的那种感觉。是吗？真的，你吃进去，这个你先不加，你先不加的试一试。是不是？我体会得到。虽然没有蟹肉。虽然说刚才那个蟹肉。虽然看不见蟹肉，但是这个米粒里面包含着蟹的味道，饱满。其实它也有蟹肉，就比较少，但是它能把蟹肉的味道，那在那么少的情况下把蟹肉的味道炒成这么精髓，真的完美。给你们看看，其实也有蟹肉，就在这儿。This one over， 看他吃的就知道真的很好吃，价格公道。什么味道呢？就是爆炒的感觉，不加任何调料，就是食材的原本的味道，其实在广东很多地方都吃不到，但是在唐人街给我找到了。只了点柠檬，酸酸的。其实什么？好。但是丝毫不掩盖这个炒饭的美味。有点吃不够了，但是作为欧文转的我，那就这么美味的饭，还有菜。吃光了光。我们，我刚刚说没办法，怎么吃呢？